我好像还是第一次那么晚一个人开车出门。虽然说很不想让他吃，但是吧，现在在生病当中嘛，满足一下他吧，多少吃点东西。早上好呀，今天感觉状态好很多，但是呢开始咳嗽了，一说话就会咳。Aiden 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有反复发烧，不到38.5度，自己又慢慢降下来了，我就跟我妈说就不能再给他喝退烧药了，让他自己的抵抗力慢慢地给扛下来，就这样自己扛了一晚上，今天状态也挺好的。不是我喜欢的药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它可以帮助你打败你体内的小怪兽。非常勇敢，不是你喜欢的 A 也是咕噔咕噔的喝。好，干净净。我就不怕不好喝的药。没有。吃饱了睡觉吧，躺一会儿在这里。你看阳光洒在你身上多舒服，是不是？Look at that pretty face. She's really gorgeous. Oh, he's smiling here, Dad. He's smiling. 你是真爱笑啊，是不是？ She's really looking. 我现在要开车去趟药店，看一下我的药到底啥情况。昨天等了一下午，也没有等到他们的电话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真的超级实用。我这两天咳嗽比较严重，一咳嗽就漏尿，又省心又缓解了尴尬。拿单拿药了，拿到药了。药店的那个药剂师跟我说，哦，我忘记给你打电话了，好吧。Aiden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刚选的一个小东西。这个。什么呀？小风扇。他跟我商量半天，我说你的手机不能用，他说可以的。我说那等会儿回家，如果你手机不对口的话，你不要哭哦。他说好的。好了，搞定，回家。回来第一件事，先给他的手机拿下来试一下他的小风扇能不能用。插进来。插进来了，但是他不行。我借我的手机给你用吧，好不好？在商店里跟你说了，有可能你的手机插上去没反应，你没有闹脾气，非常好，你选择接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的时候很多事儿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接受就插上去，换一个头。你看看弄好了吗？哎呀，赶快对着自己，舒服不？凉快不？凉快，看不到风扇。转很快就看不到。我知道。就看不到扇叶了，看不到。对，我知道。那我告诉你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风扇。它叫扇叶。你要对，你看不到的是扇叶。啥都是他知道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宇，庙里有个小老和尚和小和尚。老和尚和小和尚说：“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。”你就这样跟他念经，跟他念睡着。我观音菩萨的孙悟空。我来做饭了，今天来做面包，好久没有做全麦面包了。我来了双倍的，所以是120克，好多，来多来一点吧。别偷懒，继续。
把你运动量提上去，然后你晚上就睡得香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孩子两天没进食了，你想吃啥？我想吃甜甜圈的面。妈妈在做面包，没有甜甜圈。是甜甜圈。这两天吃啥都没胃口，妈妈去给你买一个。你是吗？对啊。谢谢。OK， 他到375度，他自己会叫嘛？我就给他放到烤箱里面烤20分钟，计时。这是二十。OK。20分钟。Aiden 已经两三天都没有好好吃过饭了，刚状态好一点的时候想要吃甜甜圈，虽然说很不想让他吃，但是吧，现在在生病当中嘛，满足一下他吧，多少吃点东西。我好像还是第一次那么晚一个人开车出门，先来看一下都有啥，有没有需要的。非常幸运，一进来就看到了甜甜圈，拿一盒吧。就买这些，一盒甜甜圈，一瓶电解质，然后有香蕉。嗯，让我来选一个大的。好的。大的呢？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。啊，都是大的吗？对，都是大的。看见他，哎呀哎呀，嗯嗯，天，你都没咬进去，嗯，真的是三天了，终于见他大口吃东西了。哎呦，怎么软成这样？超级松软的，这面包太好吃了。嗯，小兄弟，你泡出来一点都干什么了？这真的很好吃，那很健康是不是？这是奶奶的，奶奶的，烤的就是外皮儿。很好吃，也健康哟。都给那个奶糖吃时间好长的。对。我没有放糖啊，都跟你说是健康的，所以是无糖的，加了点盐。